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话美职篮，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本赛季 NBA 常规赛进行快过半，东部几支争冠豪门球队逐渐走上正轨，凯尔特人第一的位置很危险，雄鹿篮网都在虎视眈眈，骑士和76人一波连胜以来搅局，彼此差距都在毫厘之间，竞争非常激烈。而西部的乱象不仅仅是某支球队的问题，太阳作为过去几年常规赛王者，本赛季内忧外患，战绩大幅下滑，快船又是不在乎常规赛成绩的球队，而勇士受困于伤病问题，有改善的趋势，不过需要时间。对于勇士来说，当维基斯和库里都不在时，赢球就成为一种奢侈，但勇士从圣诞大战后五连胜，球队气势如虹，又让人看到希望。可是面对联盟倒数第一的活塞，他们被绝杀了，死年1.4亿美元，失误属联盟第一，库里耐心有限，勇士会后悔的。就从圣诞大战五连胜说起，勇士连续击败灰熊、黄蜂、爵士、开拓者和老鹰，面对全联盟最没有竞争力的对手活塞，勇士全场处于落后状态，最后时刻克莱天神下凡也拯救不了球队，普尔的一次致命滑倒失误让勇士丧失了将比赛压到最后时刻绝杀对手的主动权。在比赛结束后，克莱是这么说的，他是一名关键球员，是进攻创造者，如果没有他，我们不可能连胜。在生涯初期，我们都会经历这样的失误，我们需要给他时间。根据 ESPN 数据统计显示，赛季至今库尔失误总数为138次，场均 3.54 个，看起来不算多，但失误数已经是高居联盟第一，而且库尔的失误往往到了关键时刻给自家球队致命一击，直接上干货。勇士和老鹰的比赛，勇士双加时险胜两分，普尔在常规时间最后12秒命球直接顶到自己膝盖，白白将进攻权拱手让人，随后普尔的三分球被对手盖帽，而第一个加时最后10秒普尔突破上篮时球直接脱手，还有一次失误丢球。之前一场和开拓者的比赛，普尔虽然拿到41分，但也有7次失误，比赛最后1分钟普尔运球出界，迪文森佐的三分球锁定胜局。在之前和爵士的比赛，普尔26分6失误，比赛最后时刻普尔运球对上克拉克森直接倒地，随后传球又是失误，好在最后时刻迪文森佐发球锁定胜局。我印象深刻的有一个画面，和开拓者的比赛，普尔最后时刻滑倒，库里气得猛捶替补席椅子发泄。五连胜期间，除了战胜老鹰之外，看看普尔其余4场的表现。战胜开拓者，普尔23次出手拿到41分；战胜爵士，普尔22次出手拿到26分；战胜黄蜂，普尔20次出手拿到24分；战胜灰熊，普尔25次出手换回32分。实际上，除了41分的那场，普尔其余4场的得分效率都非常一般，这和他本赛季的整体表现相似，场均20.6分，投篮命中率只有42.9%，三分命中率更是只有30.9%。除了整体效率低迷之外，普尔在关键时刻的拉胯和失误也是非常致命的。每当进入关键时刻，球在他手上，球迷总是有一种不安的心情，而普尔也没有让球迷失望，他会用一次次失误和被帽告诉大家，不信任他是对的。克莱在接受采访时力挺了普尔，他称自己在关键时刻把球传给普尔是有道理的，因为普尔是一名关键先生。克莱还拿库里举例，他称库里在生涯早期也经常这样。克莱说的没错，库里以往关键时刻也容易出现失误，甚至有过一连串的失误。为什么屡屡到关键时刻掉链子？这要从普尔的大合同说起了。在本赛季开打前，勇士和普尔完成一份4年1.4亿美元的续约，1.23亿合同加1700万美元激励条款。这份合同从下赛季开始生效，23到24赛季2871万美元，24到25赛季3090万美元，25到26赛季3310万美元，26到27赛季3529万美元。简单来说，从下赛季开始，普尔将成为这支勇士第三高薪球员，比亚格林和维金斯。维金斯下赛季合同2433万美元。在普尔续约后，随队记者斯拉特曾撰写长文分析，勇士完全可以再给普尔一年证明自己的时间，到名下再拿出这份合同，照样可以留住普尔，这已经是上限了。可是勇士提前给出合同，一方面是打压格林，一方面是向普尔证明，我们就将你树立为未来接班人。显然，勇士管理层担心水花兄弟老去时，没有人扛大旗，没有人接班。
可是拔苗助长的后果是什么？不否认普尔在库里缺阵这几场比赛中场均30加的输出，他的持球，他的攻防效率都是勇士急需的。可是普尔太年轻了，勇士加速普尔的成长一定会在一些细枝末节的地方付出代价。作为空位，普尔的运球并不合格，上赛季就体现出来了，毛毛躁躁，冲击篮下后耍不开人，而且特别喜欢耍一些绣花动作。面对夹击，普尔不会处理球就罢了，可是在比赛关键时刻，普尔的稳定程度尚不如迪文森佐。而在普尔这里，他或许认为勇士给他一份顶薪合同，他已经成为这支球队第二核心，他享受关键时刻决定球队生死的权利。库里确实是很容易被欺负，科尔要求库里带队填坑，库里主动给克莱和普尔做嫁衣，但这并不意味着库里耐心是无限的。当初库里健伤倒下后，面对镜头接受采访时，第一个谈到的就是普尔。库里说乔丹普尔是一个很特别的球员，现在他终于有机会全力证明自己了。而普尔信誓旦旦表示他要带着队友赢几场比赛，他确实做到了，可是关键时刻的短板，他没办法通过球队的拔苗助长完成蜕变的，他需要一点一点打磨自己的技术，他需要改变他的态度。目前这支球队，乔丹普尔确实是第一支配点没错，但是他绝对不是球队核心，克莱比他更有资格。普尔不可能仅仅凭借一年的出色表现就立刻上位取代克莱。勇士过早给普尔一份顶薪合同，已经打破了平衡，已经打乱了普尔的心态和场上态度。没有人否定普尔的能力，也不会对勇士对普尔寄予厚望表示质疑，可是不该那么早将普尔拔高到不该有的位置，不仅会寒了老队员的心，还会让普尔急功近利，急于上位。按理说勇士本赛季依旧值得期待，但因为普尔提前续约这一项决定，他们会后悔的。最后，勇士老板的大气是全联盟尽人皆知的事情，他该出手时就出手，尤其疼自己的孩子，只要是勇士选秀的球员都不吝惜给出大合同，比如苦追汤，还有近两年在队里打出一些名堂的普尔，老板都给他们开出了顶薪，这在其他球队是很难有的待遇。这赛季勇士的总薪资排在联盟第二，为 1.87 亿美元，联盟给的工资帽早就被挤得满满当当，金州的奢侈税为联盟最高，上缴了 1.58 亿。然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拉克布最近与媒体接触，表示勇士的财政问题在下赛季才会显露出来，他们如果保持阵容不变动，总薪资将会达到4亿，这是他不允许的事情，他们必须在这个赛季后大幅度削减队内的薪水。那么如何削减球队的薪水呢？从谁身上削减呢？拉科布表示，虽然在财政上这项薪资支出很恐怖，但胜利也同样重要，我希望我们能再次赢得一个冠军，我想先看看这个赛季我们表现得如何，后续的话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老板的话再明显不过了，赢下冠军，这个阵容还有那么一丝机会能完整保存下来，但勇士如果不能在今年完成卫冕，那么球队大概率会有人离开。其实勇士老板已经是联盟最好的老板了，他每年都肯花钱去为冠军打造阵容，而且管理层也团结统一，总是知道球队缺少什么，应该补充什么，所以他们能在这8年之内拿到4个冠军，愿意花钱的老板就是好老板，也正因如此，他收获了名誉，也让球队市值提升，这是他应得的回报。现在老板发话了，摆在勇士队球员们面前的路出现了，他们全员必须得努力争取赢下冠军，否则核心球员之中就至少有一个人会在下赛季离开。不开玩笑，根据财务计算，下赛季减少2500万的薪水，就能使勇士减少1亿元的缴税，球队总薪资将会大大降低。拉克布无疑是想这么做的。这赛季勇士是有一定机会进入季后赛的，那么球队到时很有可能会进入抓内鬼时间，球队会严格评判谁对球队是最没有价值的那一个，对冲击冠军是可替代的那一个，下赛季之前他就会被处理掉，以便减少多余的开支，而且队内的新人还能借此得到更多的机会，一举两得。这个人是格林、克莱、嘴哥还是普尔，就要到休赛期球队来定夺了。